一般登山是背背包嘛，然后我们协作是背背架。我靠，背负的方式可能要习惯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入山了哈。我发现我的体力怎么一下子就快没有了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个还有多久？还没到500公尺。要总共多少？4.5。我就觉得心里就直接有点瓦解，前面只有金花一个人，我有点想要追上他。金花，你的车尾灯我已经快看不到了。